你好，美食周记。又到了活动满档的周末，这周有啥有趣的美食？当然也要顺便 follow 一下啊。万圣节、搞鬼节，当然要吃个脑，啃啃手指吓人嘛。吃虫，吃手指，救命啊！这颗头破血流的人脑真是吓死人不偿命。想知道味道如何吗？太可怕了！这间饭店因应万圣节推出一系列惊吓破表的搞怪食物，你敢来挑战吗？好了好了，不吃那些恶心爆表的食物，来点异国美味压压惊。来自意大利北部的波罗纳小子卢卡为爱来台，选择普里作为落脚处，卖起故乡味，现点现做的披萨是正店招牌。经过300多度高温炙烤的披萨，饼皮酥软有嚼劲，起司与番茄味道浓郁，加上火腿与芝麻叶的 K 皮，味觉层次可说是高潮迭起。不管吃啥，去哪吃，别忘了每周都要继续锁定热腾腾的美食新鲜事哦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